哇，金山好震撼哦！他们其实不用做什么，这样子浮在水上面就超级可爱，可爱到爆炸哎！做的跟真的的一模一样。这里呢，就是目前是日本最高的摩天楼。这个是不是那个传说中的阿贝诺贝亚？哎，是吗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可爱呢。这里就是摇滚区，坐在这个沙发上，或是躺在床上，就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呢。我想要分享给大家一个旅游神奇的东西，它就叫近鉄電車周遊券。他们有一日券、两日券，然后五日券，然后五日 Plus 这样子。网路上就先可以买，然后买完之后呢，拿着这个 QR code 跟这个你们的护照去这个柜台，就可以拿得到近鉄電車周遊券。青鬼吉是经典性推出的观光电车，关西非常的人气的大阪、京都、奈良都可以直接到那边哦。它的制作的座位所以是很光，我觉得真的很舒服。近鉄電車周遊券里面有一个这个巴士卷，有了这张呢，就是你们可以去打奈良的巴士，然后下车的时候啊，给司机看，就免费了。鹿寄せな是奈良的鹿愛護会主办的一个传统的活动，工作人员从早上用号角声来吸引森林里面的鹿就跑过来，然后工作人员给他们喂食果实，这样子很可爱耶。耶、yeah, ！今年我是无病无灾啦。这个鳗鱼的肉怎么那么嫩嫩？做起来还蛮不错哎，我是不是很适合做这个喝果子？对于日本的杂货馆来说，这边是一个甜档吧。咬了一口肉的肉质就嘴巴里面爆掉。谢谢，太好吃了。大家知道福建是琴酒的故乡吗？因为这边有一个游子的浮流水族园，做出来的琴酒呢特别的香，哇！すごいすっきりしますね。哇，我曾经没吃过加青酒的冰淇淋呢，青酒的馒头也是没吃过，很厉害呢。这里是一定是喜欢日本酒的人来说一个天堂吧。这个就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，这个就叫18g的 Kikizaki Set， 这样子就一次可以喝到18种类的，就是日本酒嘛 ，CP 值超级高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连杂列车，是日本的漫画家松本零士设计的。然后呢，这一台是主要是伊賀神戸站到伊賀上野站的这一台，我们可以去连杂的世界哦。近鉄電車周遊券五日券包含了伊賀铁道路段，不需要额外购买车票，划算又方便呢。大家看我多厉害，嗯！大家看一下这个冒烟的感觉，会不会有这忍者的感觉哦？终于要去伊勢志摩了，我期待好久哦！观光特辑的島風是每天从大阪、京都、名古屋各分一半到伊勢志摩。所以是想去三重玩的朋友们也是别担心哦。
哇，这个椅子又大又舒服耶，我第一次看到列车上有按摩椅的，也太夸张了吧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伊势神宫被说日本人心里的故乡。日本最多海女的地方就是三重县的鳥羽，好新鲜，美味しい。没想到我也可以吃到 G7 的纪念晚餐。